啊，有了有了，他真佩服你。啊，秘书帮他看一下，谢谢。啊，我们的小朋友非常可爱，他们身上穿着非常传统的服装，可是我在讲话的时候，他们还在聊天啊。好，继续聊啊，继续聊啊，喂喂。这个叫呼召，召集所有部落里面的人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，这个叫呼召。哦，这个是下聘的吗？哎呦，年纪小小的已经被订婚了。好，桃壶，台湾族的阴阳壶，哦，那个是非常珍贵的桃壶。这个是猫还是三枪？好可爱哦，可爱的不行了。好，还有，我们所谓的小可爱就是米酒哈，爱爱爱爱，这两个会结婚，来挥手，啊，小米酿，还没有那个红米酿的呢。我们小朋友都还不会走路，就在踩那个下聘的东西。好，还有台湾族的主食。哇哦！哎，还有白素，哎哎哎，介绍一下，是谁要结婚？刘桂梅，来继续，还有齐大夫啊，这个是阿呆，哎，他们非常幸福，从小就认识我们的文化。还有，哎，那个肉要给我哈，我没有主持费。还有吗？我真的盼望在场的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，用你最热情的掌声来谢谢我们双台的小朋友，好可爱，哎。好，那个一周刊的、苹果日报的，好，请让开，好，我们要开始表演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表演了吗？老师，音乐关掉，我们可爱的小朋友要进行他们的表演。各位非常辛苦的记者朋友，各位媒体朋友，trust me， 可以相信我，你们可以离开吗？妈嘟嘟，我就生气了。一二，就好了吗？哎呦，继续继续，好了，哎呀，哦，不对，好，来。音乐分享，好，小朋友向右转，哦，很可爱，你谁的孩子？哦，别人的吗？
好，往那边，往那边。好，我们的乡长跟秘书非常厉害，居然把那个我们马家巷的乡歌弄到我们的垃圾车。你看，小朋友都就变成生活上的一个习惯，非常好。我一直以来也不太会我们的乡歌，因为我们的垃圾车每天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会唱这首歌了。这是个非常好的宣传方式，真的是吗？这位老师，你看这位老师非常支持我，谢谢。喂，我知道，我们先请长官来致辞。哎，哥哥，好，哎呀，忘了。